视频开始，小伙伴们先看一下手机电量多少，评论区电量一样的就交个朋友吧。俗话说高手在民间，那下面这位恐怕就是高手中的高高手。只见小哥在稻田里插秧，可插着插着感觉不对劲儿，将其掏出来一看，原来是一辆宝马 X5。 如此肮脏的汽车模型，小哥非但没嫌弃，反而打算将它带回家进行翻新。开什么国际玩笑，都破旧成这个样子，你确定还能焕然一新吗？嘿，你还真别说，小哥就像打了鸡血一般，非要大胆尝试。只见他先是用工具将车上的零件一一拆卸下来，下一步当然就是用清洗液将车上的泥土清洗掉，为了更加干净还用脱锈剂将上面的锈迹去除。一顿洗刷刷过后，虽说干净不少，但拥有洁癖的小哥始终对于这清洁度没得到满足。这次直接拿到各种颜料对着汽车一顿喷，先是用白色打底，再用黑色渲染，等它晾干后秒变组装达人。看来这熟练又细心的过程，只能说小哥简直太厉害了。还没一会儿功夫，一辆霸气又炫酷的宝马闪亮登场，不知道的人还以为小哥新买了一辆呢。喜欢我就点击收藏和关注哦，每天给您分享不一样的有趣视频。